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凯，欢迎收看。那么今天我为大家带新要点到一点四版本前瞻直播的懒人包，在这次一点四全新版本中，将会推出三位全新角色，分别为托帕、桂乃芬及静流，并且还会复刻希儿，这算是史上第一次的复刻，并且还有全新的模拟宇宙全新更新，还有最新的合作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新版本送免费试抽。更多的详细改版内容，这部影片将会完整介绍。接着为大家送上这一次一点四前瞻直播的兑换码，要注意这个兑换码直到明天中午十二点就失效了，所以请大家尽早兑换。那这个序号码呢，我也会直接同步的在这部片底下留下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复制贴上。首先为大家介绍 1.4 版本推出的全新抽卡机， 1.4 版本前半抽卡机为五星的金流，配保的是停云、青雀、桑博。 1.4 后半会有两个抽卡机，分别为全新的五星托帕及复刻的抽卡机五星的希儿，那么配保的都是桂乃芬、卢卡以及树桑。在 1.4 前半光锥抽卡机为金流的专属光锥， 1.4 后半两个专属光锥抽卡机为托帕及希儿的专属光锥。首先为大家介绍静流这只全新角色，它是冰属性的毁灭命途，在战斗中它拥有两种不同的形态，其中一种形态会触发静流的魔音声，变成伤害比较高的那一种形态哦。战技，它释放战技会累积朔望的层数，当朔望累积到一定层数后，会进入转破的一个状态，在转破状态下的静流每次攻击都将扣除队友生命一定的比例值，根据本次我方全体生命值的消耗总量，提高静流本次攻击的攻击力。在转破状态下的静流战技会变成强化战技，转破状态下的静流无法进行普通攻击，它只能用这个强化战技去攻击哦。那并且释放强化战技并不消耗战技点，但会消耗朔望的层数，当朔望的层数归零，静流将退出转破状态。静流的终结技为扩散的冰属性伤害，并累积朔望的层数。秘技制造一片持续20秒的特殊领域，在此特殊领域内的敌人陷入冻结状态，进入战斗后自身恢复一定比例的能量，并获得一层朔望，还有一定几率使敌人陷入冻结状态。接着为大家介绍桂乃芬，她是一个全新的四星角色，是火属性虚无命途的角色，DOTA 队的全新成员，战技扩散的火属性伤害有一定概率使敌人陷入灼烧状态，普攻在解定指定的行机后，普攻有一定的几率使敌人陷入灼烧状态。天赋，当桂乃芬在场时，敌方受到灼热伤害触发伤害后，会有一定的概率使敌方陷入吞火状态，这个吞火状态可以叠加，这边看到可以最多叠加3层，不过有回合数的限制，在吞火状态下的敌人所受伤害会提升。终结技对敌方全体造成火属性伤害，如果敌方处于灼烧状态，则使其当下承受的灼烧状态立即产生相当于原伤害一定比例的伤害。秘技可以立即攻击敌人，在进入战斗后造成4次伤害，每次都有几率使敌方陷入吞火的状态。那这只角色看起来就是跟卡夫卡蛮搭的一个全新 DOTA 系列的角色。最后为大家介绍这只全新角色托帕跟藏藏哦，藏藏就是他旁边那只猪哦，他是火属性的巡猎角色。首先他在我方回合开始时，如果场上没有陷入负债证明状态的敌人，托帕会使随机的敌方陷入负债证明的状态，负债证明状态会使敌人所受的追加攻击伤害提高。战斗中藏藏有自己的行动条，他会优先的攻击陷入负债证明状态的敌人，除藏藏的回合外，任何我方的追加攻击命中陷入负债状态的敌方时，藏藏的行动都会提前。战技能改变负债证明的目标标记，并使藏藏立即发动一次火属性攻击，他这次攻击被视为追加攻击。终结技使藏藏进入涨幅惊人的状态，
在这个状态下，脏脏的伤害及爆伤都会提高，且我方的普攻战技终结技命中陷入负债证明的状态敌方时，脏脏的行动都会额外提前。涨幅惊人的状态在脏脏释放一定攻击次数后解除。秘技托帕记录地图时候会召唤脏脏，脏脏会自动搜寻地图上面的普通战利品及铺满，托帕及脏脏靠近都不会惊动铺满。那此为非凡的天赋，不会消耗秘技点。那如果说托帕跟脏脏主动释放秘技进入战斗后，脏脏在首次发动攻击后会为托帕恢复一定的能量，主动释放秘技与大地图的敌人战斗胜利后，队伍可以获得少量额外的信用点，该效果获取量每日有上限。主动技释放与模拟宇宙中的敌人战斗胜利后，队伍还能获取少量的宇宙碎片，并有低几率获得随机一个奇物哦，简直就是赚钱的全新好角色。再来是新活动的介绍，全新的以太战线活动可以获得质数层值及秘密的足迹，还有星球，更可以获得自选四星，分别你可以自选西路瓦、佩拉、卢卡、虎克其中一支哦，免费可以拿到。不过这个哦，战斗画面好像有点熟悉。接着还有推出全新的同行任务云流无机及开拓许文未来市场，也会开放全新的凝滞虚影关卡，掉落全新托帕桂乃芬的进阶材料。再来还有全新的模拟宇宙无尽位面，可以获得命运的足迹还有星球。这个新的模拟宇宙玩法很像是开了无双的模拟宇宙，有很多能力都直接开到最大，比如说这个奇物银河大乐透并不会被毁损，可以一直开一直爽，还有更多奇特的命途祝福。更多完整的内容要等盛世上线版才能体验了。在新版本中，你还能够用按钮来去看你之前看过的一些剧情，但是不能重选已经选择的选项，还有熟悉的位面加倍及仪器加倍的活动，且又有全新的合作内容了啊！这次与起家机展开合作，只要你购买新选联名套餐，即可获得限量游戏内的道具及联动周边。从2023年的10月18号到2023年的11月18号，起家机全台购53家门市，详情活动请见星穹官方 FB 粉丝专页。最后是每个新版本签到都会送十抽，在全新的 1.4 版本也有，只能说这次 1.4 版本真的是诚意满满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 1.4 前瞻的懒人包，如果说你看得还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留个喜欢给我们辛苦的制作团队，让我们更有动力制作类似这种精致的影片给大家，也别忘了按下你的订阅钮，我们将持续推出更多星穹铁道的攻略，同时观看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